比赛要有张有弛啊！刚才我们实在是太紧张了，嗯，因为现场刚才我们都差点窒息啊，没人救，没人救啊！所以说现在我们来休息一下，接下来呢搞一小游戏，击鼓传红，我们会把那块长红拿过来啊。比如说从李坤这开始，鼓声响起，一个一个传，到头再传回来，拿着红的这位请起身到玻璃缸中去抽签儿。啊，签上会写的张三出来演戏，那么就请张三老师出来，由我来配合。演的内容呢，就是于谦老师手里这两张纸，他念什么咱们演什么，就是这么简单。你们准备好了吗？顺便提醒一下，我们这鼓声可能响三天，咱加走吧。啊，好，你们准备好了没有？预备，开始。啊，这不用急，这个是抽签儿。抽签儿，请石老师来，对，抽一下。不用急。不是说谁拿谁演，瞧瞧，吓得我们。抽一个红，来抽一个红颜色的啊，好极了，来吧。我再看看您这里边写的是什么啊，看看是哪一位。哇塞，全是毛。于和伟。哦于老师啊，好吧，闲着也闲着，你也吃了不少、啊、那爆米花了、啊、我们现在需要来锻炼一下了啊。好，来，我请于老师。嗯，来二位啊，嗯，有这么一个机会啊，一起来演个戏、嗯、对，你们两位合作演一什么戏、啊、这段戏啊，我刚才看了，是因为青芒剧组啊，这个剧情里边有这么一章节啊，跟这个类似、嗯、所以呢展现给大家呢，看一看当时拍戏的这个不容易，行，和这个剧情的这个各位演员的心态，好吧，好吧，我来念。他是那个就是、嗯，戏中有一个场景，就是一个管道，嗯，我们演员是最害怕的一个场景，嗯，就它高只有八九十公分，哦、嗯，然后里面要在里面穿行，嗯，要行走，那么又不能走得特别难看，就只能是那个控制是所有剧组的演员到这个场景是最头疼。还是有要求的，真没、嗯，得亏咱没去啊！幸亏您个矮、哎，我这什么话这叫？来吧，郭老师，您说。走之前我得先说一下，太好了，您说。他那个就是有点类似于那种像矮子功似的。我的天、啊，就大概只有八十，差不多有八十公分，你必须得这样，嗯，蹲着、啊，就是、在里面蹲着走，不能像那个副导演，他一般走戏的时候，他都是这样。这特别狼狈，不好看了啊！不好看了，就是瞧您的，我这多不好看了。好，那来吧，好，咱们仨都蹲下吧。啊，我没我，没有你、嗯。同时还要表演啊，还要表演、啊，还有太难了啊，太难了。好吧，来吧，来，我跟你后边。别介，这咱俩是谁负责？你负责吗？我负责啊，你负责。好像是甲是郭德纲老师。好，来听，注意听剧情啊。嗯，还是在月黑风高的夜晚。有两个被冤枉的土匪决定通过排污管道进行越狱，心情忐忑，表情慌张，表情慌张。然后两人一前一后，在高度只有八十公分、宽度只有七十公分的，在满地都是排泄物的管道中摸索着。路痴的土匪甲在前面带路。胆小的壮汉土匪乙小心翼翼地紧紧跟在后面。突然，土匪乙大叫一声：“啊！不是你这假，你啊！我不啊！不啊！说什么呀？啊！怎么？后边有老鼠！后边有老鼠！弄死！”我害怕，我比你还害怕。由于管道内十分狭窄，根本无法交换位置，土匪甲非常不情愿地说：“不，你来，我腿短够不着。”不是特别短，反正能跟谁比？土匪乙说：“不，我新刷的鞋不能弄脏了。”两个人，我问我们俩谁是甲谁是乙啊？你是甲呀，你当一辈子甲了，你不知道。我是乙出身，来吧，来，嗯，不，我新刷的鞋我不能弄脏，把鞋脱了，光着脚走。正在两人商量来商量去，谁逮老鼠的同时，突然老鼠走了，哎，跑了。两个人继续又向前摸索，哎呀，
你猜怎么着？还挺累。突然前方出现了该死的三岔路口，哎，两个人停下来商量应该向哪个方向前进。是那个机位还是这个机位？我看过 GPS， 应该向左。你有这个还能逮起来？继续争论不休了六个多小时以后，这边，你瞧，这都六个钟头了，要不咱俩自首去吧？还没到六个多钟头，两个人决定分道扬镳。我走我的，你走你的啊。等等，我跟你走。为什么呀？我害怕。两个人继续赶路。我也害怕。突然前面带路的土匪甲撞到了一扇铁门。哎呀，撞开铁门我们就出去了。胡说，管道里怎么有铁门呢？你就撞。我撞。由于空间狭小，无法施展身体的土匪甲开始用头撞门。哎，这不合适，你是赶紧我一下。哎呦，就来一下吧。两下。哎呀，三下。我不撞了。撞了40多分钟以后。有人做人工呼吸吗？你先撞着，我歇会儿。我等不了，我出来。哎呀，然后呢？没，哎不，还没撞，还没撞完，还没撞完呢。撞了40多分钟以后，有40分钟了吧？我这脸上都让血挡上了。土匪乙看着头破血流的土匪甲说：“啊，要不还是我来吧。”两个人，讨厌你了。两个人艰难地在狭窄的通道中交换位置。土匪乙来到铁门前，轻轻地一拉，门就开了。土匪乙开始埋怨土匪甲：“这这么笨，要不然早就出去了。”废话，别撞啊，拉呀！谁知道是反着的？此时，两人似乎看见前方隐约的光线，并顺着光线寻觅出去。这边。两人费尽了周折，终于爬出了监狱，欢呼雀跃，手舞足蹈。哎呀，成功了！太好了，我终于出来了。突然，一位警察站在了身后。行了，回去吧。训练结束了。我们的表演结束了。你见过警察穿大褂的？好，谢谢各位，我得歇会儿了。谢谢。不赖，都快窒息了。谢谢于和伟老师啊，一看您就爬过地道啊。这个累不累啊？累，体力活。关键他蹲着走，这很难的。这个跟您当初拍戏的时候感觉，比当时拍戏的时候好多了。当时拍戏的时候是零上37、8度啊。对，闷的，就是我们走完了那一圈地道，转出来之后。衣服上胸膛上看不着汗，但是全在腰上顺着像水一样全部淌。做演员挺不容易的啊，累，真是累。你刚才我跟他就玩着玩来这么会儿，腿都觉得酸得慌。